Thank you very much. 5G, Internet of Things, cloud,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, those are the drivers, technical drivers, for the future intelligent world. 他在这个同时呢，也给我们在这个数据的这个保护、隐私的保护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可以说，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数据的隐私保护方面做得更好，它一定会阻碍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。GDPR呢，它给全球的这个各个国家和经济体，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 我们作为一个在全球运营的这个高科技的企业来讲呢，我们对于出现的这样一个态势啊，我们也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，啊，非常不幸的事情。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呢，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无奈啊，因为很多的事情呢，它其实是超出了我们可以控制的范畴。那么，当我们的知识不能自由流动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这个技术不能自由流动的时候，它会减慢我们技术创新的过程。